一直以来，咱草庐打拼，无非是要下一代免受枵寒，会当读册、捌字、知道理，实在做人顶真做实，未空虚妄想，就想要赚大钱。咱慢慢同齐为民主打拼，即马才会当自由自在，想啥讲啥，毋免惊吓。是咱大家脚踏实地，台湾才有世界看目地。关键的即马，咱也会当坚心守护。未来咱的子孙啊，才免拼街头受风雨。1月11，请你行出来，守护下一代，守护咱的未来。